记者涂莹如台北报道。近来网美聚集的台北市东区的著名法式甜点店1789 Cafe Patisserie 以闪电泡芙打响名号，甜点照持续攻占脸书 IG， 即日起至7月31日在京华酒店也可以买到1789 Cafe Patisserie 的闪电泡芙和棒蛋糕，其中更有柚香金萱茶、芒果红心芭乐、焦糖椰子老抽三款独家口味，于京华酒店一楼的 Regent Lift Shop 以及地下二楼的秘密花园提供外带及内用1789。Cafe Patisserie 的法籍主厨瑟瑞尔 Cyril Conte 与他的德国太太在2013年于台北开设甜点店，店内提供许多款原创的法式糕点、巧克力，其中又以缤纷精致、外皮蓬松酥脆、内馅甜蜜香软的闪电泡芙最受到消费者的欢迎，排队购买的热潮不退。本次于京华限定快闪的品项当中，有三款是京华独家，包括柚香金萱茶泡芙、芒果红心芭乐泡芙、焦糖椰子老抽泡芙。其中焦糖椰子老抽泡芙是将冲突的味道交织成令人惊艳的美味，咸甜搭配得宜，独一无二的创意让人惊艳。除上述三款全新上市的独家口味之外，店内人气口味如荔枝覆盆梅、马达加斯加巧克力、栗子也会同步贩售，每款150元。此外，主厨拿手的覆盆子杏仁香草、无糖巧克力、柠檬香橙等三款棒蛋糕也可以在京华享用得到，每款600元起。人气甜点1789 Cafe Patisserie 即日起于台北京华酒店快闪。台北京华酒店提供1789 Cafe Patisserie 的快闪台北京华，推出柚香金萱茶、芒果红心芭乐、焦糖椰子老抽三款独家口味，每款150元。台北京华酒店提供1789 Cafe Patisserie 的法籍主厨瑟瑞尔 Cyril Conte 打造多款精致美味的甜点。台北京华酒店提供，台北京华酒店推出1789 Cafe Patisserie 的法籍主厨瑟瑞尔拿手的覆盆子杏仁香草、无糖巧克力、柠檬香橙等三款棒蛋糕，每款600元起。台北京华酒店提供，